OK，我是苏华昌教授，今天再继续在网络上讲解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由于我是中西结合，在美国和中国有两段时间的生活经历和创业经历，尤其是在美国，在中国的发展很辉煌，在美国呢，就一下，就从山顶落在深谷，虎落平阳，那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又慢慢的又爬升起来，这样一个过程，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在医学范围内，在医学界这个领域内，应该像我这样的经历的人，我想还没有的。还没有，应该是没有第二个的，相同的经历，我想没有第二个的，所以说我有信心，也有必要，也有耐心，也有一些这个可讲的东西给大家暴露出来。前一段时间都讲了不少，那今天呢，主要谈一谈，在美国在现有的基础的条件下，如何去发展，医疗方面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如何总结，如何建立起来一个不同的一个体系，我在美国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很大的努力，很大程度的不同程度的去努力钻研。研究这个条件很局限，在美国的中医就是一个自己开的一个诊所，我也是一样，自己一家诊所，医院里是没有中医的，说职业的范围也是手脚被限制，范围很小，中药你可以开可以用，但是是健康食品，一般来讲，可以说 99% 的可能性就是中药是政府不付钱的，就是保险都不付钱的，各种保险不付钱的。个别情况下，除非你有预先保险公司同意，你可以开中药给病人，他要报销付钱的话可以的。除此之外没有的，所以我用 99% 来形容，也就是说中药这一方面，你像大势全球。看来就是难度蛮大的。那再一个呢，就中医的职业范围，尤其是针灸包括了把关呐、包括了这个刮痧呀，这些措施，还有些就是骨伤科的推拿按摩，而且骨伤科的推拿按摩也不能等同于中国。比方说一个病人来了。他的股骨断了，你有把握给他股骨断给他愈合吗？手法治疗，你能不能？你可以去照相，严格说照相，他可以不给你照的。你没有你是诊所里也没有 X 光机，他不像一个chiropractor，因为他们有四千学士的教育，他们就可以有诊断权。诊断权他就有开单子去拍 X 光化验都有这个权利，那中医呢没有诊断权。说到这里呢，我将来要专门探探中医的发展，我专门找一个讲解，这里我就不说了啊。那么我们呢就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诊断权，这样的话如此一来你就很难去把一切病弄得很清楚，只能是对于小伤小病来处理。当然中国古代的骨伤科大病也没有其他的，都是你来处理的，好坏其结果都是你处理的。那在美国呢，就是你处理过了以后，你完全病人愈合了，即使好的愈合，反过来病人告你，也是错的。就是这么一个现象，你
这个法律的规范，职业的规范，你没有这个处理的权利和责任，在美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局限在这个小圈圈子里，你做些什么呢？你做研究 OK， 你没有监测的任何的即使低端的一些监测工具你都没有，高端的那就更不用讲了，你缺乏这些完整的资料。过去我们做研究的时候都会把全世界最好的监测手段集中在你那里去做，你做的实验结果就可以拿到世界上的顶高水平得到认同，就是你的论文的权威性就比较强大。那你没有这些手段呢，你很难说你做些什么东西，那么也就是说很难说你出一篇论文你可以发表在这个国际的杂志上，不像你在中国的很多的中医大专院校的一些教师教授学者，他们都可以把研究的论文发表在这个世界顶级的各种类型的杂志。当然在中国你杂志太多了，中医的杂志本身都很多，你可以很在一定范围内你可以发表你自己的论著，甚至你可以用私人去写本书都可以。写书，中医写书很容易，你只要读得多就可以写。西医写书不容易，你没有那个水平你写不出来。你没有做过那个手术你不可能，你那个手你那个书你写不了，你写了也没人看。这个两边的这个界限就是这样的。那中医呢，你叫书读的多，书的读的烂，读的熟，你把这个各种关系搞得很透彻，真的你可以写一本两本三本五本你都可以写了。那西医的写书你是达不到那个最高水平，你也写你写了也没用的，人家也不认同你。那就是这，所以说我都看到中医的专家学者们写书的机会很多，西医的写书的机会很少很少。我幸亏我在大陆还在写了本单道外科理论与临床，这是邀请了全国的各大专院校研究哪个行业研究的最透彻最顶端的那个人去写的那一部分。我写的是高位单管下肩手术处理，是最高端的那一章节是我写的，因为我做了哪一部分的手术我才能有资格写这个东西。要如果不会做那个手术你没有资格写的。我以前讲过我是第一个做肝门肿瘤的，在中国第一个肝中央切除治疗肝内胆管结石合并高位胆管下肩做这个手术的。那我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我是创新的，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章。它是这两个是不一样，说到写书那中西两个方面是这样的。那在这里呢中医你要写书你可以写的没问题的，你要写一篇能够到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杂志上去发表的一个文章，我自己感觉到我很难，我创造出来的有东西但是很难，因为总觉得没有高尖端的检查技术，就是这个。那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能够躺下来就按照别人过去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西医也好中医的也好按照过去的常规去走路，那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我人生的标准，我人生不愿意这样做。我走在哪个路上我都要跳得高一些，走在高端，我必须走在高端，这是我一定要努力去创作去创新去发展去有一种动力去自己达到这个目标，这是我个人的
一生来就是一贯的这样一个主导思想，所以在美国在这样的恶劣的条件下，中医诊所的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我还是做出来了一些，还可以拿出来门的一些成就来。过去各个病都愿意治，因为病人少，不管啥病，见了病都是想办法帮助别人去治。但是后来我发现呢，有些病的治疗的效果不是太好，那我就放弃，我不要了。有些病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因为病人多了，也顾不过来了，那就集中在少数的病例身上。我以前我讲过，哪些病是我治疗的，就是说 focus 那些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我想谈一谈关于治疗疼痛这方面。上一讲我也提到过这些内容，就是疼痛呢，根据我的经验，我在美国执业20多年了，我从来不诊断腰肌劳损，因为最后的结论都是椎间盘突出，都是腰椎有问题引起的，即使不是椎间盘突出，最少它也有后凸小关节炎。我只有一说一个是后凸小关节炎，我诊断它椎间盘突出的，除此之外没有例外的。只要我说它是椎间盘突出，没有例外，回过来的结果全部椎间盘突出，这是很常见的，也就是用我的话讲，椎间盘突出贯穿了人类的很多很多人的一生。这一生你都离不开他对你的慢性的，不是致死性的，但是是致残的折磨。倒地椎间盘突出在人类当中20%？这个我没看到统计数字，我也查了统计数字，我觉得我不相信那个数字。因为太多了，我来这儿昨天还来2个小姑娘学生，一下来了2个，我一看，她2个我统统的诊断，而且都是往左侧突出的椎间盘突出。她告诉我说，她去看 chiropractor 看了12次，一点用都没有。她经过别人，她就跑我这儿来了。我当时处理了以后，她马上告诉我讲，我立即生效。马上减轻，我这一次超过12次，不是12次，可能上百次，因为他们的治疗不起太大作用，不起太大作用。我不光说的是 chiropractor，而且很多人，包括物理治疗师，甚至包括中医，很多人治疗的椎间盘突出达不到水平的，那它发生率更高。而且你要真的能治到一个相当的水平，真的不容易。你得对这个病人、对这种疾病有个很深入的认识，这就是我说的精准疗法。你必须有一个很深入的认识，你才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最好的效果不是较好的，是最好的效果。那我可以这样讲，我这个认识对椎间盘突出的认识。是来源于中西医的理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单一的中医的理论不够的，单一的西医的理论不足的，所以我很主张中西医结合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看问题深度、广度、系统性不一样，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事物的实质本质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可以说你是实质，你是本质，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要正确与否，你要拿出来，不要强求个案，要拿出来一组来证实才可以成立。
我都愿意做。你做了捐献门图书，我做了捐献门图书，要么咱们当场比较，要么咱就按理说比较，试试看。我敢说这样大话，不吹牛。那么，这个捐献门图书呢，至于说它怎么突出的，突出的类型，为什么会突出？突出以后引起局部的一些哪些反应，哪些病例变化，有些东西我在这儿没时间多讲这些东西，那我只是把突出的地方提出了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句话，椎间盘突出可以引起你全身的疼痛，从脚趾头到头顶都可以引起，都可能与椎间盘都相关联，不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我就说这句话，大家深入研究吧。那么我今天呢，就要暴露一下我过去在北京、上海和华盛顿 DC， 我们在我这个 local， 也给一些工会的也讲过，多年以前。我提出来一个髂颈束前张综合症命名与治疗，题目是这样叫的，所谓命名就是过去没这个名字，髂颈束过去被大家忽视，现在这几年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些人，有些中医的同行们也会提到髂颈束的问题，但是他们的提法和我的提法还有很远大的差别。我的提法呢，就髂颈束前张，就是髂颈束周围的这些组织，整个固缩在一起发生的。上次我讲过了，它的大体上它的解剖位置，上一节上我提到过。那么，它会比疾病的发生的过程呢，是从髁肌。到臀部，到腿的整个前外侧后侧的小腿这一部分都会受到牵连和影响。发生的久了以后有些人可以引起大部分人可以引起下肢屈曲。下肢屈曲骨盆就会倾斜，就会有长短腿，太常见，长短腿太常见了，太常见了。那，其实这个与髂颈束的前张有关联，当然不单一是髂颈束的问题，它有关联。比方说髂颈束紧张，你这说短乱说了。他为什么乱说呢？就是这一部分的组织发炎，炎症的过程当中必然有纤维结缔组织增生，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引起肌肉的纤维变性，那韧带的纤维组织增生也跟你原来的韧带不一样了，原来的韧带具有伸缩性，有弹性的，纤维组织增生的这个增生的纤维组织给固有的纤维组织那些结构不一样的，它有本质的区别，它有本质的区别。这是纤维母细胞增生逐渐形成的结构组织，这些结构组织时间久了就会斑痕化、老化、挛缩。说尽说起来，如果发生在关节部位很大的一个组织，或者不太大一个组织，小关节很小小的，那关节屈曲。那发生在髂颈束这一带的，它也会发生髂颈束挛缩。它挛缩的紧张，那其结果呢？大腿部就会屈曲，髂关节屈曲。你那髂关节向外伸展的时候，向外。前后伸展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酸胀疼，甚至会麻，很难受的。那种难受的，谁都不愿意接受。不是 good pain， 是 bad pain， 谁都不愿意接受。而且这种人，很多人身上都发生的，不信试试看。你把你的大腿和你的躯干放在同一条直线上，放在直线上，一条不能屈曲，不能撑脚，不能撑脚，在一条直线上，然后你再屈曲你的膝关节，伸展你那个大腿，就是股四头肌，你会牵拉它，因为股四头肌的支点是在一直在跨过髌骨，一直到这个胫骨结节的地方，所以这一带你牵拉的时候，你会牵拉到膝盖，包括膝部的这一部分，包括这个髌下韧带、髌韧带都会受到牵张，因为它都属于股四头肌的一个组成部分。你会牵张它以后，很疼的，很多人身上会发生的。这就髂胫束牵张久了，这个也会发生的，因为髂胫束它是神经膜和臀大肌和髋筋膜张肌汇合组成的韧带，三位一体。那它那个筋膜呢，也就会影响到你的周围的组织，也是毫无疑问的了。这里说说有，甚至在腹部你都会弯下腰来，因为那里也有牵连。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可以纠正的，都是可以纠正的。那么髂胫束呢，这样牵张时间久了以后，你必然会屈曲大腿，屈曲小腿，也会膝盖也会屈曲，膝盖也会屈曲以后啊，那小腿上的胫前肌群也会紧张的，胫后的肌肉也会受到牵连，相应的对侧时间久了也会受到牵连的。虽然是长短腿，那边也会一定受到带伤的，带伤的有失伤的，失伤的结果，功能性的带伤、失伤也是必然的。失伤的结果，那双侧都会疼的。有些人椎间盘突出刺激的双侧，中心性突出；有些人是一个突出到右边，一个人突出到左边，当然双侧都会影响，知道吧 ？Both 双侧 bilateral side pain。那有的不是，有的是单侧会影响到另外一侧的，是这样的。那都同时发生，你看老了人以后人就会走路，这样的结果就会屈着膝弯着腰。你弯腰你不可能老弯着腰，你一定要抬着头，驼着背抬着头。你看外边很多椎间盘久了就脱出时间久了，很多都是这样的这个体型的。你自己追究一下，除非太老的他那个椎间盘变性他也会发生。很多年纪50岁左右发生在这样的情况，60多岁60、70岁发生的情况，你先问了，很多人椎间盘都是造成的。很多人是椎间盘都造成的。有些人走路一瘸一拐的，留个腿分开的，什么体型都会发生的。这个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髂胫束牵张综合症。除此之外，还有我总结过十几种病都可以引起的。那十几种病我都不在这讲了，都可以引起髂胫束的，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是必然要发生的。髂胫束牵张综合症是必然要发生的。戒痰的病人也会发生，偏瘫的病人也会发生。我总结过十几个病人，我们在这儿能见到的一些病人，你像那个股骨头坏死也发生，但是股骨头坏死呢，和这个情况呢不太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股骨退化性关节炎，股骨退化性关节炎到严重的程度，处理起来很棘手的。
一般来讲，我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主张去开刀的，髋关节的。我很不主张髋关节，但是这个情况下髋关节，也有人是椎间盘突出，去当成了，骨头退化性关节炎去髋关节的，因为股骨那地方，hip 那地方就是髋关节退化性关节炎，老年人也是会发生，也会常见的。当然，膝盖最常见，膝关节最常见，但是股骨那地方你要照相看到。那地方下折了或怎么做了，千万不要轻而易举去换关节。你要审查一下，你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我看到过，20年前我刚开诊所以后，就有一个太太，她不刚认识我，她对我可能不太相信。说实在讲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现在这个水平，但是我可以断定出来，她确实是后来证实。手术以后半年，他照样髂关节疼痛，他找我又看病了。我说你的手术做错了，是你是啊椎间盘突出引起的梨状肌痉挛、梨状肌慢性炎症、梨状肌的你说的梨状肌综合症，很多人叫梨状肌综合症，很多很多人都会记住这个名字。我不建议这样叫。梨状肌单一的梨状肌本身形成的综合症极少数，极少数，基本上都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梨状肌痉挛、梨状肌炎性、梨状肌引起的牵张引起的，梨状肌牵张引起的，这个恰中是牵张综合症，我是连在一起来认识的。其实，他们都是同时发生的。同时发生的，相互牵连的，相互影响的。梨状肌也不止单一梨状肌那一个部分，其实，封闭骨盆的那一大派组织，对层层的，臀大肌、臀中肌以下，你像臀小肌啊，什么上肢肌、下肢肌、梨状肌、上肢肌、下肢肌，鼻孔外肌和骨方肌这些肌肉。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既然大家习惯叫了梨状肌，我也不反对，梨状肌综合症我也不反对，因为正好梨状肌一个肌纤维里边一个小孔，坐骨神经从那边钻出来，那个地方如果痉挛挛缩会压排，坐骨神经引起的坐骨神经疼，会的。单纯的梨状肌没有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疼压排这个坐骨神经的那地方引起的梨状肌综合症的极少见，极少见，我一年两年还不见到一次，或者说三五年都不见过一个这样的病人，但是我见椎间盘突出的天天都看到好几个在这里转来转去的，有的好了心里来了，好了心里来了，你只要治病治得好，别人都会给你传的。所以说我这儿很多传都说你这儿好棒，很多人来的，传过来的消息真的是我听了也很受鼓舞。每天都会听到病人传送，就是椎间盘突出在这儿治疗几次以后马上改善了好了。其实他们那些人是不是都彻底好了也不见得。但是他们有症状，他有的别人有些是自费的，他都不来了，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人缠了很久，你怎么做，他那个髂胫束那个带子很难松开，很难，非常难。越年纪大，越时间久，难度越大，因为他的纤维化的组织越严重，纤维化的组织越严重，处理起来就越难。所以说，椎间盘突出在早年。年轻的时候，早期40、30、20、30、40、50这个时间内，你能把你的椎间盘突出把髂胫束这一带都处理得很松软的话，你的一生将是自信的一生，你的一生将会是体型很保持完整的一生。
你不会因为你运动系统糟蹋你自己。心血管系统有时候我们可以管，管起来很难。你要做些运动啊，你跑跑路啊，甚至伸展膈肌啊，做一些膈肌的运动啊，扩胸的运动啊，等等，把胸腔扩开啊。当然，我不是说的这个，我们说的做那个小时候做那扩肩操，做那个扩胸运动，我不是说那个运动，那个运动，太机械太小了，那个作用，说实在讲的，成年人不值得做，不值得做。小孩子你做做我不反对，但是不值得做。为什么我不值得做？当然我有一套理论，我可以将来我可以讲给大家。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要做些运动，掐筋术你也要做一些运动，有些做专门去做掐筋术的运动方法，我在这里没办法给大家表演，我有一些方法专门做这些的，把它伸展开以后，保持它的柔活性，它即使激化了，即使纤维化了，给它伸展开，把它残余的肌纤维组织，或者说正常的韧带筋膜的组织，叫它重新在伸展的状态下，它会复原，它会减少疼痛，它甚至会有再生的可能性。当然我说的再生可不是疤痕组的再生，就是它的肌纤维得到修复的再生。他如果肌纤维被那个疤痕组织切割了，别忘细胞核都不存在了，那就不会再生了，那就不会再生了。因为一个细胞的分裂，有时分裂由细胞核开始的。所以越早期越好。我现在看到一些年轻的小孩子，一二十岁小孩子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好像我印象中好像女孩子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最近有一段时间都是年轻二十多岁女孩子，好几个的，好一批的，一看就是椎间盘突出。我会告诉他们这句话，whole life， 你终生的你都应该做哪些。真的是他们很幸运，他看我一次，他如果是能听话的话，他们终生可能避免未来的一场灾难，那个会引起你全身的很多很多的变化的。这是我谈到髂颈束前瘤综合症的命名与治疗。那治疗的我是采取的这个精准疗法，就是对椎间盘脱出以后，除了梨状肌那地方可以压拍坐骨神经，引起坐骨神经疼的可以压拍的，腰椎压拍当然是最根本的、最基本的、最原始的，有人叫做原位疗法，我真的不主张这个方法。在台湾，在洛杉矶有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应该说没有指示的人发展出来的，也应该鼓励。说有鼓励呢，就是说他能够这样发生出来、发展出来也不容易，但是他没有过多的指示，他就会说一个原位疗法，就是你脚疼了，往上追一追，是不是哪里疼？其实告诉你讲，这筋膜炎。脚上的椎间盘炎 95% 的都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很多病都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早期的气管就是疼椎间盘突出引起的。他你还用椎吗？还有原位吗？原位的话头疼都可能是都是那个椎间盘突出引起的。
那谁是原位啊？对不对？这个原位疗法的说法呢欠妥，我鼓励他，但是我不主张这种方法在未来的医学界流传。他们他们很会造势，还去台湾啊，去哪里演讲啊，我看还有这个网上啊也会看到。我不欣赏这种方法，别人也问过我，我们这里有一个医生打电话问我，说是你赞同不赞同这个说法，我不赞同，我早都否决了，他一开始我听到就否决了，你打电话我就明确表态我否决，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太局限，太没有指示。他的努力，他的总结是对的，因为他的知识的范围是局限的，那他这样总结出来我也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你的认识能力的加深，这个再这样的去推广它，我觉得就不合适了。我今天在这里，我就向世界的医学界说明，我不同意原始疗法、原始疗法这个说法。这个原始疗法就是疼痛治疗的原始疗法。啊，可不是追根求源的原始疗法，追根求源的原始疗法，任何一个疾病都需要去追根求源，能达到的是最好的，达不到的那你也束手无策，很多病是没办法从根本上治疗的，有些病是可以的。那这个原始疗法呢，我在这儿提到它了，我就说到一些是这个意思。那因为椎间盘突出引起的变化太多了，太广泛了。我刚才讲了，一个椎间膜炎 95% 都是椎间盘突出引起的。除非你着相根骨上有骨刺。根骨上有骨刺的人都是跑路很多了，走路很多了，个头很大了。你像打篮球那个夏克欧尼尔。他那么大个子，天天跑，他长骨刺，我觉得是不奇怪的。但是，年纪大的人长骨刺了，也不奇怪的，因为成天走路嘛。但是，年轻人发生这情况的不多。你像夏克欧尼尔20多岁，他可以长的，因为他个头太大，他的重力太大，那个根骨的负重太大。所以可以摩擦太大，它可以长骨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年纪偏大的一些人呢，有些人骨痛的地方发生骨刺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也说一下，长骨刺单一的形成一个病的就是个肱骨的地方，其他地方的骨刺，比如腰椎上的骨刺、颈椎上的骨刺，这些骨刺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疾病，因为它属于OV 的一个病理表现，它不能作为一个单一的一个疾病。这个待会儿我会专门再讲讲这个内容。所以椎间盘突出以后，牙排原始的部位是在腰椎，你不管是第一腰椎、第二腰椎，腰椎的周围组织、腰椎的韧带、黄韧带、腰椎周围这个出来这个神经根走出来的任何一个部位，那些 soft tissue 有炎症、有增生、有纤维化、有炎症就会增粗的，就肿胀的。都可以刺激引起椎间盘引起坐骨神经疼，然后出来第一个的我叫做原始点，就在不是我叫做椎间盘突出的根本的牙排点就在那个神经根出来的那周围，第二个牙排点应该在坐骨神经大孔，也就是梨状肌钻出来那个部位，梨状肌从坐骨神经大孔的
里边那个内侧沿发出来的，所以说那个地方发炎是必然的，你得把那地方处理好才可以的，梨状肌的痉挛才能解除的，梨状肌的炎症才能够缓解的。然后，梨状肌的中指的大转子外侧那地方是这样，这是一个压拍点。除了这一个压拍的梨状肌，它是直接压拍坐骨神经的，所以大家叫做梨状肌综合症，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受累的组织不单一是梨状肌，不单一是梨状肌，其实跟着梨状肌的痉挛，那周围的那些我刚才说那几个组织都会发生病变的，都会引起肌肉发炎，那肌肉肌腱附着点、肌肉和骨头的关节的附着点那个部位一定有炎症，所以周围臀部的周围一片都是发炎的。那地方骨缩的紧紧的，有人会告诉你讲，我走路腿是紧紧的，张不开腿。我走路走多了，我这髋关节的后边呢，好酸好疼啊。就是这样，那有人呢，干脆就不会走路了，这就不走了，而且不是一天不会走路，一个月不会走，成年累月他都不敢走了，因为髂胫束前程综合症发生的比较严重了，他不会走长路的，自己上班去了，开个车下了车了，坐到办公室，他坐下来做工作，坐下工作，其实连他屁股底下也是疼疼的、酸酸酸的。很难受的，这个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压迫点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腓骨小头，腓骨小头有一个那个腓骨长肌、腓骨短肌那个肌腱韧带呀，它在那个都在那个地方，还有那个这个小腿的那个后侧的肌群也总是在那个周围的附近，就是它。那个从那个腘窝上边，分出来胫骨和颈神经和腓纵神经的时候，它从那个腘窝上边转到盂曲的，通过这个韧带专制到颈前肌群的这个韧带这个肌腱肌肉这个交合这个地方，转到这地方。然后支配颈前肌群和颈外侧的肌肉，以及颈部以及这个足背的所有的肌肉和皮肤，它分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呢是从颈前边下，就是那个踝关节的中间的地方下到拇指下去行走的，一个呢是从外踝的后边。进到小脚趾头那个附近的，它的解剖位置大体是这样。我没有详细的，如果有机会了，详细去解剖。我今天是谈自传的，我不是想解剖的。将来有机会了，我会当着专门讲讲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这地方也会有压迫的，踝关节两边内踝、外踝都会有压迫的，还有胫骨的后边。就是闭目盂肌那地方形成的那个肌管也会压迫的，也会压迫的。但是这个地方压迫以后呢，是引起脚底疼疼的。这地方紧张的话，会引起这肌膜炎的，因为这肌膜炎都是这一部分的是颈神经去支配。有的人昨天还有个人，我腿抽筋，是的，腿抽筋，15岁的腿抽筋，50、60岁的腿抽筋，那是不少见，很简单，治疗起来很简单的，很容易的，有办法的。我说你来有办法，你照我说的做，一定100%。我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很少做100%的这个话来讲。
我很少说这样的话，因为做一个外科医生，你的手术都不可能是100%的，一点并发症都不发生的。所以说，给病人谈话的时候，总是要把丑话说在前边，谈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说很保守，形成的职业习惯。我不会说百分之百，刚才我说了个百分之百，因为什么？因为太有把握了，而且这个事情也不大，抽筋嘛，抽筋嘛，低钙的人一定抽筋，抽筋的人90%都不都95、99%都不低钙，都是与你的肌肉系统有关系的，运动系统有关系的，所以你把那个系统处理好了以后就不抽筋。怎么处理？我将髂中的前掌综合症，当然你这个髂筋束这整个这一带松解开，它可以抽筋。这个说起来都很细致的啊，每一个过程有一点点过程，一个很细有的一些东西，我没办法在这里，完全给大家说的很透彻，讲的很清楚，我只能提纲挈领的在这儿讲出来。那是讲髂筋束前掌综合症，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刺激引起下边的我们腰腿疼的这一部分的表现，而且还是牵扯到一侧的、单侧的，或者是外后侧的。那内侧的，其实久了它也会影响到内侧的。我刚才讲了，也会影响到我对侧的、健侧的，都会影响的，都会有带伤的，是带伤，就会一样的，会引起肌肉、肌腱、韧带，甚至关节囊的炎性病变，这是必然。在这儿的简单插一句话，插个细节的地方，谈一谈。我刚才说了，固化性关节炎，我们诊断不要轻易的诊断一个骨刺，这个骨刺不是病名。我们中医在洛杉矶有一个广告，它是专治骨刺的，它广告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外行话。外行话，他可以用这个外行话把老百姓套上。老百姓不懂，一说骨刺，他一定相信的。但是从医学上讲，这个话不成立，因为退化性关节炎是对人类来说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的软骨没有血管，也没有神经，软骨的营养你靠肌牙。肌同一样的吸入性从关节囊里头，关节囊形成那些关节液里边吸入进去的。它这个营养组织是这样来的，它缺乏营养的。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缺乏营养的，所以说它退化的很早的。啥时间退化？有文献讲，女孩18岁以后，因为18岁以后她都不成长了，男孩23岁，也就是说，人当那个长成成年以后，骨垢就消失了。骨垢是帮助长这个骨头长长的，个子长高的。它长成了，它不长了，到成年状态了，它就停止了，那骨垢就会消失的。从那时候开始走向退化。也就是说，软骨细胞开始凋亡，当然它的速度十分缓慢。如果一下就没了，那就完蛋，对不对？那早早就完蛋。它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你太胖，你3、400斤打重，或者说你那骨头受过伤，那个关节受过伤，或者说你的关节炎得过关节炎，化脓性的也好，结核性的也好。不管是哪一种关节炎，对关节软骨有破坏，这个关节就会退化的早。40多岁
换过两个关键的，我也讲过。那个病人呢，胖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个诊所的门他那个轮椅都推不进来，400多磅。他46岁换过两次关节，那是压力太大引起的，膝关节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40-50岁、50-60岁开始出症状。你要是个大胖子，你会膝关节退化的早，膝关节退化的最早，因为膝关节是人老腿先老，就是膝关节老的意思。它是第一，负重最大，4个骨头的关节，再一个它的关节腔最大。再一个就是说它是杠杆关节。你上坡上山爬坡的时候，它的杠杆作用，所以说它负重力量也挤压的这个前节的力量也很大的，尤其是髌骨。所以说保护好自己的髌骨十分重要。比方说你打太极拳的马步千万不要多打。多的话，你那马步如果是不管啥步，一句话你那个给髌骨造成压力太大的动作尽量不做，尤其是30-40岁以后，保护你自己，不然的话髌骨软化症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呢组成部分。退化关节炎英文叫做 OA， 类风湿关节炎叫 RA， 通常叫 OA， 我就这样讲 osteoarthritis。那我就这样讲一讲，就叫 OA 比较简单一些，不用讲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发生了以后，它的病理上的改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骨刺一定会长骨刺，因为挤压关节那个不受挤压那个部位，关节周围或者是那个坐那个胫骨那个中间那个呀，胫骨肌那地方，就是平台中间高出来的地方，它那地方往位不受压力的，它那个会长骨刺。不受压力的那个部分呢，它那个那个周围的那个成骨细胞，就是那个纤维母细胞会增生以后形成成骨细胞，成熟转化为成功细胞，成骨细胞刺激久了以后，它边缘上会长骨刺。长了骨刺以后，髌骨周围也会长骨刺。长了骨刺以后呢，它会remodel，它会给你那个骨头那个长了以后变着，前头长了骨刺，后头remodel，前面长着骨头，你那个关节会增大的。关节整个那个你整个那个地方，说那个髌骨那个平台，那个平台会你原来年轻的时候30岁的时候，比方说10个公分，他妈长到变成11个公分了。它会变大，这个好处有稳定关节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个病理变化，时间就会引起关节畸形。你看原来不落拳腿，长着以后，最后推成 O 型腿了，这 O 型腿了。有的人是由于这个小时候 O 型腿，关节内侧挤压太多，膝关节退化的早。有些是后天他成 O 型腿，他并不起来的，连个腿并不起来的，不行试试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老了以后会的。你连个就站得直直的，腾起胸站，连个膝关节腿并起来，你并不起来的，那就是 O 型腿形成的，膝关节退化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变化，就是骨刺形成。当然呢，这个在这个膝关节发生变化的时候，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肌腱牵拉牵张，有人说给膝骨刺形成有关联，这是一个啊。那还有一个病理变化呢，就是关节软骨下骨骨化，一照相就是象牙化，白白的，骨质增生。软骨下骨骨质增生，然后一个就是关节内膜，就是滑囊发炎，就是关节内膜发炎，就是内膜炎。还有两个就是关节软骨如果脱落了，它会纤维化，会纤维化甚至会骨化，会照片子会在关节里面会看到一个幼的小体。还有一个有时候关节压力太大，骨质疏松
加上骨质疏松，然后关节的骨头的平台，尤其是胫骨平台，它会裂开，裂开以后呢，一些关节液会流进去，那里会形成骨囊肿。那有人说是因为那里淋巴液的组织进去以后没有牺牲，形成了一些骨囊肿，也就是关节周围有骨囊肿形成，主要是髌骨那地方，有的关节看不到的，胫骨这个腰椎啊那地方有时候会看到，肩关节一般看不到。一般退化性关节炎的病理组织及关节腔里边的病毒组织主要是这几个，然后就是关节周围的肌肉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会退化，会挛缩以外，主要是肌肉组织会萎缩的，就是丢掉了，失去了肌肉组织。大概正常人也会失去，老了以后也会有这个组织失去的，一般3%一年左右，大概有这些变化。我今天讲的吧，告辞一段落，谢谢。休息了。